TPBL 连队的超过一半分数。哦，漂亮！看看快攻有没有机会，王振源给到左边，这个时候苏培卡发生失误，那前面快攻机会来了。直接杀，这张卡快！这球给他翻一下，哎呦！好，再出来会给苏培凯，已经把对方给晃开了，哎呦！结果还是被盖火锅。再转移出来，把了棒子。在篮底下要单打出手，湘军出手的，看看快攻有没有机会。王振源给到左边，这个时候苏培凯还是被定板。哎呦喂啊！这跳的有够高啊！那回头菲律宾，菲律宾有连队的超过一半分数。哦，漂亮！海神来讲也比较了解他的属特工给选中，30-17。哦，这个球哇，转移的非常。队内练习赛的时候，恐怕也是跟那个库萨斯一起对位。真的。切进去之后呢 ，hesitation 出手，好背框 ，Millora-Brown 单打出手得分，23-34 ，Walker 一上来就把球给抄到给队友左边，净算 N1。Walker 一上来就把球给抄到给队友左。出手现在还没有过完，幸福稍微就来点小确幸。那今天他生，现在还没有过完，幸福稍微就来点小确幸。